你的胡椒粉在哪里啊，帅哥？你的红萝卜还不炒？降下去啊，火候注意啊。那个火小一点，你那锅放点盐，再下海鲜。协弟妹的表现如何？棒，味道是好的。棒，有信心。我好想再跟他合作，他把我的料理做得非常好。看起来表面上是学弟妹的这个分数，但其实啊，学长姐们各自鸭子划水呢。比赛结束还是在各自较劲。